你在等你的朋友吗？对。我在打车，然后不是看你坐这儿吗？还蛮可爱的。抽支烟吧。我真不抽烟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抽烟对身体不好，容易得肺癌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晚上熬夜身体也不好，所以你现在回去睡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刚好回家睡觉了。所以你要健身是吧？我不是健身教练。啊，我没有爱好者。所以你是怕掉肌肉是吗？也不是啊，就是早睡嘛，怕掉发不是掉肌肉，我怕秃头。发际线还很。发际线看不出来。你为什么一个人呢？我朋友已经还在喝酒，我不喝酒。那你不喝酒来干嘛？来玩，不喝酒也可以来。泡妞也没泡到。就没有吧。我看你在这儿过来搭讪你一下，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正妹。我们真实一点，虽然我不觉得你的颜值超高，但是还是蛮可爱的。谢谢。比如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哈，如果从0到10你会给自己多少分？3分。真的假的？你真觉得自己只有3分？我觉得你最起码有6。哦，但是我也只有6。可以加一个你的微信。加怎样？一般男生都会约你怎样？在公园划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成都哪儿的划船？人民公园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吸毒，不赌博，只有一样，你猜到吗？健身。好色。好色不正常，男的不都好色吗？你是男的呀？对，但是我是极度好色。极度哪一种啊？就是基本上，6分以上我都能接受。啊？6分以上我都能接受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如果我看到你，我还能硬得起来，是 OK 的。那现在场景应该换森林啊。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硬6分，就是最差不会低于6分，可以约你喝咖啡下一次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拜拜。